stay awake looking at your beauty, telling myself I'm the luckiest man alive. Cause so many times I'm scared you was gonna walk out of my life. Why you take such a hold of me, girl, when I'm still trying to get my act right? What is the reason? 来现场给他看看你画的怎么样。 You could see I have potential. Do you know you're my miracle? 要不咱们现场也和以豪来连个线，让也让他跟直播间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吧。他说哈哈哈哈哈哈。来，让我们分享一下快乐，现场来连个线吧。 他拒绝了我，他拒绝了。怎么回事？喂，可以把声音放大一点。你在笑什么？喂，嗨，哈喽，突然听到好多女孩子的声音。 没什么紧张反应啊，我们可是淡定的呢。对啊，再打过来不就得了吗？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废话，我都发给你了，不是，肯定在画你啊，画完了，我在直播，画完了，直播。你在干嘛？干嘛？我今天要去健身房啊。啊，去健身，你这么努力。 就太废了，就一直赖在房间里，觉得这样不行，然后刚看个剧，觉得不行，这样运动一下。怎么了？他们说有流星花园的感觉。有演偶像剧那味儿了。为什么？弹幕说感觉你在打工给老板打电话。弹幕说我感觉我像在打工，然后给老板打个电话，我老板要去健身。 好吧，所以你那次画完就大概画了一下，他们让我画三个朋友，然后我就选择你。主要也是因为我没什么朋友，可能你是我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觉得画的好吗？就很好。那用10个成语夸一下吧。奖励，快分享我们的直播，直播间，快分享微博，分享到我们，分享我们月月的直播吧。你要分享我的直播吗？真的假的？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样，太客气了你。 怎么这么客气啊？一直不客气、啊。<笑>假客气一下。<笑>好吧。啊，我找到了。找到什么了？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画面了。看到了吗？看到我在直播。我的天哪！原来你真的是直播、啊。<笑><笑>你再一惊一乍，我就把你的头像给大家看。 神奇吗？哇，好神奇的感觉啊！邓总在打视频电话的感觉。有，而且会有点delay的感觉。还delay。哇，我吓到了！天啊，就我声音也是扩音的。是啊。那下次也要来我们这里玩哦。对，他本来要来的，然后他没赶上时间。下次可以一起再来玩。
对啊，感觉怪怪的，我感觉自己好像要装法一下，整一下。不会不会，没有人看得到你，你放心吧。对，没有人看到我。那也跟大家就是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就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就算利用完你了。好。说吧，俞北齐。嗨，大家好，非常开心被沈月利用，然后大家下说哪，大家都会 delay， 我先跳出来就好了，那我会两个声音。你现在两个声音重合了是吗？对对对对，就我一直在听刚刚前几秒的声音。嗨，大家好，我是刘宇豪，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亲爱的小洁癖，然后支持沈月还有我。这是通话中有声音吗？有声音，有声音，非常清楚。好的，谢谢，谢谢你，我继续去直播了，然后你去健身吧。好，你忙你忙，你也忙你也忙，拜拜，打扰，拜拜。今天很漂亮，很漂亮。哇，有被抢，你最后才说这句话，我都通话五分多钟了。好甜哦，好吧，拜拜。我要看这个，不要。